哎，小伙伴们，里面竟然有两个小朋友的声音啊！走，我们进去看看到底是谁。什么情况？黄大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的。刚刚来的。刚刚来的呀。作业做好了没有？做完了。做完了。哇！啊？那黄大姐送我一个这个泰坦机甲。A club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of the bar is where I go. 哦呦，这么帅的泰坦机甲。啊，因为他说他有点卡包。怎么？这个豪华版，他要开豪华版是吧？对，他要开豪华版。那你其他还在其他地开店什么东西呢？这机甲应该很贵吧？几百块钱吧？差不多的，一百多块钱。一百多块钱啊？那黄大姐，你就开豪华版吧。嗯。那其他还要不要开什么东西？待会再开一点。待会再开一点，先开豪华是吧？嗯。那来吧来吧，你开吧。能不能出 SP？不清楚，不清楚，你的手气应该很不错的吧？哎呀妈，太滑了。小强应该手气没你好。直接这样正面撕开就行。没有。SSR 没有。看见黄大仙这边有没有？没有。对，直接正面这样一下就撕开了。有吗，小强？没有。没有。SSR 没用了现在。这把可能有了，红 GP 没有，你开完了，这盒应该会出红 GP 吧？没有，你呢？没有，可能有点悬，有点悬，这一盒可能雷古洛斯 SP 可能有点悬了。我摸一下啊，你摸一下，你这摸不出来的，可以摸出来，这 SP 怎么摸出来？你开玩笑了你？红 GP 可以摸，红 GP 也摸不出来，这红 GP 根本就摸不出来，它又不是。那个 SHR 不是荣耀版，荣耀版就能摸出来，这个就摸不出来。红 GP， 哎，红 GP 出来一张，嚯！哎，小伙伴们，一张德凯的红 GP 卡哈，一张 U 啊，这个是黑特利迦吧？邪恶特利迦，这个开了好几张了啊，邪恶特利迦开了好几张了。来看一下，就是 SP 了 ，SP 还没出。啊，又一张 U 啊，又一张 U 啊，我这个 U 啊没看到过，亡灵基纳。没用的，好，还有几包了啊，全部开完呗啊，雷古洛斯 SP， 我的天哪，小伙伴们，这黄大仙也太牛了吧，居然开出来雷古洛斯 SP 卡， nice， 真牛啊，先帮黄大仙点个赞啊，哇塞，太帅了，还有没有，开完了，有啊，可以，又最后一包还是一张 U 啊，这张你 U 啊，你还是没开出来过的啊。我就这边。可以，好，手气还是不错的，收了。